咧，我啲同事都話，我哋可能已經收咗四五百個嘅微信，即係對我哋嘅產品都有興趣。我們是第七次参加这个展会，然后这个展呢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感情的。光是我们的这个节气里文化的产品哈，已经吸引了众多的顾客或者是参展商。这几天我们其实更多的去接触了一些像广东这边的一些玩具的客户，一些3C 的客户，也有服装的客户，对我们的帮助还是比较大的。일단그전시장규모도상당히커졌고요광저우쇼보다그전시규모라든가참가업체수가굉장히많이는것같습니다그래서그업체들도상당히지금만족해하는그런느낌입니다在座的啊，无论是国际授权行业的这个协会的领导，还是这个中国非常好的头部 IP， 他们的一些这个数据，还有一些营销的案例，实际上呢，也是预示着未来整个一个 IP 授权行业和时尚产业一个合作的发展的新趋势。